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参赛者呢，他的稳定性就非常之高了。那他在我们本班呢，素有班长的美名啊。因为他的成绩，跟各位报告一下，我来看一下哈。哇，几乎，一二三四八七场了嘛，有五场都是拿到第一名啊。哇，这个真的是功力啊，因为要怎么样在这么漫长的一个比赛当中调整自己，这是很重要了。那今天呢，他究竟要带来他父母亲非常喜欢的什么样的歌曲给大家呢？我们一起欢迎我们的班长江孝军。Hello， 大家好，我是孝军。那今天选的这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我爸妈也很喜欢这首歌，所以我想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诠释这首歌。那希望带来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感受，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谢谢。你唱唱唱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雪一方，绿草青青，白雾迷这种激进、人格分裂式的这种编曲跟唱法，真的哇，很厉害呢！果然是班长，柔情呢可以似水，但是呢刚烈却又哇招风啊！啊对，好，直接呢来听，那铺陈的怎么样？台风这里半年了。哦对，哦对，没有错。啊，好好，直接了。哎，这个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好听啊！这是父母亲哪一位？没有，本来要唱那个爱情那样的酒，因为我爸爸很喜欢听那首歌。然后为什么？是你隔壁叔叔喜欢听这首歌吗？因为
发起人已经先唱哦，然后我一直想到那个以前的长辈都是看那个琼瑶，琼瑶的戏剧嘛。对，在对，我就想到这首歌，然后因为这首歌又几年前有听到一个地下乐团哦，把它改成比较 rock 版的。对，然后我就想说，尝试看看。好，这样的尝试呢，我们直接来听一下平儿的声音。来，有请马嫂。哇哦！哇哦，拍手下了，哇哦，哇哦，到底背后什么样的玄机呢？我只能够说，他这个第一名啊，真的是实有其因的啦。哇，真的，就是你的舞台的魅力的确是有哦。嗯。但是在这里呢，我仍然要注意，就是说，要请你注意一下，就你声音的弹性其实是不错的，但是你很棒的一点就是你会利用你的气音。你声音的粒子其实基本上是粗的，但是你很会利用。可是呢，一整首歌里面，如果气音的出现率太高的话，就显得那个 body 声音的 body 就容易没有变化。那在这里呢，刚刚一直大家当然不断的提醒啊，就是说哇，你是可能都是名列前茅，都是当班长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位阶哦，一个位置哦。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一定要提醒你。不要因为成绩所给你带来的压力，因为你每次可能都希望再更好，再更好。然后，其实我今天有点感觉到，我过去都是在电视机前面看到你的唱歌，那今天呢，让我有一点小小一点失望是，我感受不到你最初你喜欢唱歌的那个感动在哪里。因为其实你在第一段，你最好能够表现给我的东西，你没有丢出来，好比说。你在第一段绿草苍苍白雾茫茫，哎，那个是 OK， 但是在第二段你又收回来绿草苍苍白雾茫茫，那时候你要把你的情感马上的收回来，回到你那个山里面那个画面。你一定要回来，然后那个拍子、不一定那么准确的要放在那个位置，其实你中间已经很 rock， 很奔放，很自由的一个唱式，可是我们期待是你后面能够呈现出来，你有时候拍子可以稍微 delay 一点、譬如说抢拍一点唱、绿草苍苍白雾茫茫，就是你知道男生要表现这首，我刚刚跟那个浩恩我们私底下想，哇，男生要唱这首很难耶、挑战性很高，可是其实你已经表现得很不错，可是我们希望那个前面柔的地方可不可以来多丢一点你男孩子该有的 gentleman 该有的柔、更多一点出现，我们很期待。好的，谢谢马嫂，掌声鼓励一下。哎，直接呢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少君的成绩，请评审老师给分。掌声鼓励鼓励，274分！哇，谢老师，果然印证了我刚说的话，批评呢不代表呢成绩低，赞美也不代表呢成绩就会高了。哇，你这个真的，没有老师讲的，对，没有错。回去要好好的。我们的对话呢会po在我们原始的官网上哈，请大家再上网点阅了。好的，今天老师真的讲得非常细了。对，但是我觉得编曲也有一点，到时候你看电视可能可以聊，不是聊一下，看一下。今天比较快一点，因为时间有压缩，所以节奏放快。我今天应该拆成两半了，就抒情的一半，然后。选择再比快的。就反正 ending 就快的 ending、就改拉丁版了。没有，我看扭屁股要找人进去，那个我没办法了，找他妈妈。好的，好了，谢谢我们的江少君，给他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好，哇，真的是不到最后呢，真的不晓得彩虹的尾端是在哪里了哈。不多说，他的成绩也算是中前了。那后面到底三场他怎么表现呢？直接来邀请我们的林美凤，掌声鼓励一下。
我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我心已打烊，就是哥哥姐姐都还蛮爱表演的，那就是跟他们一起，就是小的时候就学他们唱，然后都会表演给爸爸妈妈看。那因为这对我来说其实还蛮快乐的回忆，所以我希望借着这一首歌献给天上的爸爸妈妈。我曾有过那么一段，背着阳光横过沙漠，只为了找寻爱神的梦幻，爱神的模样。我曾有过那么一段，踏着星河奔向穹苍，只为了逃避死神的追寻，死神的挑战。岁月带着微笑，又将春天吹干，而我只有茫茫然，无奈地回头望，毁灭了梦幻，毁灭了忧伤。我心已打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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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热力十足是一定要的，哇！这就是我们美凤的风格啊。我心已打烊，大概是全天下父母亲最喜欢点阅的歌曲了。错。哦，今天大家都刁我是什么？怎么样？这样。因为我爸爸他只听长白山上啊。长白山。错，是长白山上的好儿啊。下一集不要我主持了，换浩恩了。是，应该是说姐姐跟哥哥的年代的歌，然后还就因为那时候他们还蛮常听，所以我会表演给爸爸妈妈看。哦，所以从小就披着棉被就开始窝心。错，是浴巾，棉被太重了。好的，或是窗帘。我们圆明台是怎么了？怎么会找这些参赛者啊？哇，好的，今天呢，让整个氛围呢都嗨起来了。直接呢来听我们的吉瓦斯老师讲片有趣耶。美凤的天生条件真的太好了，就是她在高音的部分真的是非常的满满的，就是注入了这个歌里面。可是相对的，她的低音的部分可能就是你自己要在中音低音部分可能要稍微练习，因为你前面一段我曾用过那么一段的声音的厚实度跟出来的那个两个真的是差太多了。这个因为有好跟坏，你一相较之下就会差别就会出来。那再来是前面因为低音的部分你可能没有那么的饱足感，没有像高音那样，所以你在唱一些只为了逃避死神的追寻，死神的挑战这一句的时候，会感觉拍子会有点不太稳。踏着星河奔向穹苍，只为了逃避死神的追寻，死神的挑战。那今天其实因为他根本没有什么很大的挑剔，因为他是也是一个很稳的一个歌手，而且也是那种哇什么都不怕啊来啊，可是其实心里很紧张，他的脸就是那种外表看起来啊没什么，可是心里就是有那种小紧张。不过我觉得就是很好啊。好，对，谢谢。好的，谢谢吉瓦老师，吉瓦斯老师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的，哇 ，OK 了，好不好？直接呢来看一下我们美凤的成绩。请评审老师给分。
哇，果然，哇，今天圣诞节提前来临，礼物大放送啊！一共得到269分。哇，也对了，我想田径都能够拿到260，没有理由大家不拿到260以上了啊！啊，哇，田径 OK 了，我挺你。OK， 谢谢我们的令美风格的掌声鼓励一下。不过他们很大有来头啊，多只要是有国外的乐团来到台湾来的时候，那个鼓跟 bass 都是找他们两个，叫哇，国外是指 What a wonderful country man， 过来一点啊，过来了。